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世界和平奖的中国画家，他是连续两年荣获最具国际性大师排行榜登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国画家。石奇 1940年生于福建福清，1963年 毕业于福建工艺美院， 1976年为北京画院专业画家，原北京画院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石奇艺术研究会会长，现有烟台石奇美术馆、大连石奇艺术馆、北京三里屯 SOHO 石奇收藏馆等艺术馆。石奇师承中国画大家黄胄、 刘海粟前辈，在中西结合上进行了大胆的创造，并得到李可染、石鲁、林风眠等大师的指点和青睐，对他的成绩赞赏备至，同时也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好评。画面往前涨，强烈的刺激，推动，震撼着。 他的作品具有这样的一个深厘的，就是非常了不起。这非常了不起。应该说呢，石奇在中国油画发展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继中国著名画家石奇个人第一座美术馆在法国烟台西油画展，当代著名中国画家石奇先生的个人画展，画家石奇的个人画展将会在法国卢浮宫展出，这也是法国卢浮宫第一次展出中国画展。 Adoré, vouloir prendre pour maison. Ah, vous voulez? Non, mais très très beau. Moi, très beau. Aimé. Oui. Ah oui, okay. Oui. Beaucoup aimé. 细心的观看，大胆的取舍，将这个支离纷乱又隔阂的空间统一在一幅画面里。在石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水墨的大写意，看到了印象派的光与色，看到了画面局部的细微描写，看到了造型的千变万化，它们和谐而统一地集合在画幅之间， 构成了石奇独有的绘画面貌。曾经问过李可染，李可染先生说，世界上把各种画风能够融在一个画里，应该是世上最美好的画。我觉得我的作品是美好。我们正处于一个艺术资讯高度发达、
艺术创作高度自由和繁荣的时代，一件优秀当代艺术作品的诞生，必定带上时代的烙印，又必然是画家创作思想、人文精神、艺术修养大融合的产物。北京瀚海2011春季拍卖会第805号拍品《石岐迎春图》，估价300万至500万元人民币，最终成交价为3220万元人民币。石岐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一个喜欢艺术冒险、反感一成不变的人。他的水墨，由70年代柔性的封闭的状态，向90年代开放的刚性的水墨框架，进行了十分有力的转化。2005年，大连万达集团与世界著名钢琴制造商德国施坦威钢琴公司合作，决定以石岐创作的彩墨作品《孔雀》为主题，打造一架全世界最精美的艺术钢琴。这架钢琴被命名为《和谐之声》。2010年4月30日，这架钢琴再次亮相上海世博会，举世瞩目。就是上海世博会上世博中心钢琴上的孔雀的一个原作，这张画应该是我画孔雀的算一张代表。鸟类也比较喜欢孔雀，喜欢鸽子呀、鸡呀，平常也画些这些。当时画了孔雀，后来在这个万达郭庆祥的创意下，要给德国一个钢琴一个厂家，他们就派人过来了，在上海就谈了这个。后来我们这边同意，他就回去制作，大概2年多时间吧，作为把这张画重新组合、重新创作，给这个作者想吻合的一个画是没有的。这是一种两边的一个，应该属于两边艺术家一个交流吧。在中国画的艺术王国里，石岐不断地更新自我、挑战自我，以复兴发展中国画为责任，扛起了一副重担，冒着极大的风险，走上开创当代中国画理想境界的艰辛之路。2013-2014年，由美国国际美术家协会权威发布最具国际性中国画大师排行榜，为中国艺术的学术国际化、市场国际化、文化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权威的参照标杆。石岐连续2年荣登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榜单，再次震撼了国际世界。我通过30多年的一个实践、一个摸索，把这个三项揉在一块，我说这样挺好，挺自由。不妨我的同行一试，大概有这么一个短文，底下配上这一张画，喜马拉雅的书。据说这个有245份报纸、网络还有电视对这感兴趣。另外，透露社把这个改编了，成为一个新闻点，离传统中国画远一点。中国画不是这样，你一张好好的画留那么多白干什么？那给西方来说，刚打稿了，看中国画就是你刚刚起稿。几分妙手偶得的随意，几分意味无穷的简单，从大千世界中截取一隅，从无尽时间中凝出一瞬，独此孤品一张。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石岐的三项主义定会带领中国水墨在国际舞台上重焕华夏民族伟大文明，弘扬中华民族忠正之气，引领风骚，彪炳时代。